印钞丝滑，万人抢跳。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知。我姓石，执笔写字犹如骏马在奔驰。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，让我再问一问你的脸。我没看，我没看，我没看，不溜溜不溜溜，空龙扛啷扛啷扛，空龙扛啷扛啷扛。今年2023年火红的所有抖音洗脑神曲，最红的就是科目三，红到台湾来。日前宁夏夜市还举办科目三舞蹈大赛，不过现在还只会科目三就落伍了。新的洗脑神曲钵钵鸡在抖音串红，来自四川小吃的叫卖广播 slogan 被网友改编成电影主曲，加上超魔性舞步超越科目三，拉起一波新流行，大家开始丝滑接力。谁在说话？逐出师门。一人一个大。爸爸鸡。